我不好意思说。啊。吃饭，他要签单，人家不让他签，你猜怎么的？他让我交钱。有这事儿啊？让他你问我，你带钱了？我说行行行，我交我交。结果呢，我还以为200多呢，一问，2200多，我没有啊。他，你猜怎么的？把王小枣给叫来。王小枣，啊，那这钱最后谁付的呀？结果呢，王小枣给交了2000多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，这结样。果吃完了，一出门，一帮人围上来，对他又骂又打呀。我说这怎么了？是你啊。们又干什么呀？啊！我就上去护着他。我说你们怎么打人呢？而且骂的那个难听啊，那个寒碜呐。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他呀，跟人家在外边胡搞呢。啊？一个女的上来跟我说：“您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跟我们家那口子胡搞呢，他把我们家都得搞惨了，他呀。第三者，是啊，小三。是啊，他跟那个老男人胡搞呢。他为什么跟那个老男人胡搞啊？他就图那老男人的钱，你知道吧？任甜甜家不是挺有钱吗？对呀，对呀。所以呀，金波上当了，金波真是的。”这个傻儿子，你说说，哎，一听这事儿，我得说你啊。我怎么了吗？上次咱们家开家庭会议，你怎么说的？你是不是拍着胸脯你说你认识什么猎头公司？你是说帮着调查去？你怎么没问出来呀？哎呦，妈，这些事儿肯定是刚发生的，网上查不着。网上查干什么呀？我上网查用得着你查吗？真是的，你不是说你去问人吗？让你上网上查用得着你你查呀？呀？你不姐也不知道啊，太不负责你了，这没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我找金波了，我要抽他。金波跟我说：“妈，我跟他分开了。对对，那就好了。真一是。听有理啊。哎，我妈您说。我妈求你了，帮着金波找一个，啊，听见没有？就算我妈求你们了。我妈不用我们帮找吧？恐怕金波都有新的女朋友了。哎，那个把住院费交了，快点。哦，行，我这有的钱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不用，哎呀，吴姐，我带着呢，行我了，带吴着姐，钱呢。用得着你花钱吗？真是的。丽梅，我们来说来照顾你，我又给你添麻烦。花钱呢，行了行了，吴姐，我跟你说，行，我跟你说，不说了啊！你这病啊，三分病七分养，静养，不说了，安静啊！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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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副店长，这个可以吧？来，金波。哎，幼玲，哎，依婷姐，哎，你们在这干嘛呀？哦，给你妈交住院费呢。不用，那个我自己能交，就是我妈能住这么好的病房，我就已经特别感谢了。金波，你跟我们客气什么呀？不是没客气，我有钱，我自己能交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儿是我爸生前工作的医院，家属有优惠的，放心，没事儿。哦，那我以后我把钱还给你了。那跟你妈一样那么絮叨啊？我就是去。你那小保姆怎么回事啊？不会真跟王小枣搞在一起了吧？我们刚才都看见了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够甜蜜的了。就是那个他把我妈送到医院了，我挺感激他的，然后我就抱了他一下。那不会真会有一腿？哎呦，幼玲，你这个赶紧去看看吴妈那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幼玲，你帮我把暖壶拿过来。幼玲啊，你说金波跟王小枣搂着，还摸她的头，是吗？吴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三个全都看见了，他们俩可亲热了。幼玲，你不说话会死啊！我说的是事实。吴妈，我跟你说，金波和任甜甜刚刚分手，这个时候是男人的感情空白期最脆弱了，防止王小枣趁虚而入，您提防着点儿。吴姐，喝点水。不会吧？就是，别听他的，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？
什么拥抱啊？那外国人天天怎么抱，都抱出事儿来了，还真是。那不一样，我还看不出来啊。怎么不一样啊？你管别人那么多事儿干什么呀？你说说你自己的事儿。你不是说让我们跟邱耀天见见面吗？什么时候见？哪天见？我问问他再说吧。金波，金波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那就不说。可是我要是不说吧，我又觉得心里难受。那可是我要是说了吧，我也觉得心里难受。那反正都心里难受，那就说呗。我有一个表姐叫凤兰，你肯定不认识。她就是李梅阿姨丈夫出车祸车上的那个女人。还有张会计他儿子倪刚大哥的鼻子是我表姐夫给打坏的，还有依婷大姐是张会计的儿媳妇儿。怎么绕来绕去都绕到一块儿了？我要是你，我就说解释清楚，瞒来瞒去的容易弄成误会。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应该简单一点好，弄复杂了就乱了，你说呢？对。帮个忙，门外有俩模特帮我搬进来。喝咖啡没有小勺子不方便，光有杯子没有勺子腔调不对。没想到你这么细心，小天。我拿到消毒柜里消过毒了，你放心用吧。知我者小天也。小天，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小天，我妈妈还经常问起你呢。帮我问伯母好。我姐姐还有我家老保姆，他们想见见你。见我？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以为你不会答应的，小天。我们不再交往了，见见家长，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也很好啊。叶琳，我们俩在一起，我是想过有未来的，所以你说的每句话我都很认真。真的吗？哎，那你说我……哎，等一下，那我们是去饭店吃呢，还是到我们家？当然去你家呀，这样也好让我妈妈和我姐姐看看你家的样子。我也是认真的，我也想过和你的交往是要有未来的，所以我想让我妈妈和我姐姐见见你和你的家人。那周末怎么样？好啊。周末晚上好不好？这样我早点让保姆准备起来。哎，倪老师，张阿姨，我有话想跟你们说。什么事啊？你说吧。
你们对我很好的，这个我心里有数。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们来着，我想还是应该跟你们说说清楚。那你快说啊。我在怡婷姐，就是李梅阿姨家做过保姆。什么？你在怡婷的妈妈家做过保姆？就一天，那应该也算是做过。哎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我们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？哎呀，老倪，你不要打岔呀，你让他把话说下去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表姐，一个远房表姐，叫凤兰。大哥的鼻子是被我表姐夫欧大强打的，医药费已经给怡婷姐了。还有那天我说我去买菜，其实是去见吴巧宝了，是他约的我，是为了他儿子金波的事情。他儿子金波现在跟我合租在一个房子里，不是，他租了我的房子。后来呢，吴巧宝心脏病又犯了，我又送他到医院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绕来绕去怎么冒出这么多人来？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你让他说下去啊。你说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想瞒你们的，可是我又怕我说了之后你们不让我在这儿工作了。我是想好好干的。我表姐夫欧大强把倪刚大哥的鼻子打坏了，我心里觉得很内疚的，我想好好做，在这弥补。真的，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安的。哎呀，找保姆找保姆，找出这么多麻烦来，要知道这样复杂啊，我们哪里还会用你啊？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说呢？我不敢说，我也没想好该怎么说。今天在医院我碰到李梅阿姨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瞒不住了，早晚都要说的。吴凤兰姐跟怡婷爸爸的事情，你们早晚也是要知道的。那这些事情怡婷都知道的了？张阿姨，你别怪怡婷姐，她可能是想把这个事情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再告诉你们的。哎，张阿姨。小嫂，不用管他。聂老师，哎呀，我问你啊，你那个表姐叫凤兰，她跟那个怡婷的爸爸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有没有定论的？前些日子外面传的很那个的。倪老师，别听他们瞎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不过现在事情这么复杂，我也说不好，要等凤兰姐醒了才知道呢。哦，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对你那么好，可你呢瞒着我们这么多事情，你这样对得起我们吗？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，倪老师，要不然你们就把我炒了吧，我全听你们的。哎，你还拿着我们了？你知道我们现在用你用得顺手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怕你们嫌弃我，你们要是不嫌弃我的话，我一定好好干的。好了，今天的事情啊，就到这儿了啊，你先回去吧，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啊。跟张会计和倪老师把一切和盘托出以后，我也如释重负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大不了丢了这份工作。不过最让我担心的是怡婷姐，不知道张会计会不会为此埋怨她。哎，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，为什么这些人这些事儿一下子同时纠缠到我的生活里？他王小宝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他
骗我，他瞒我。倪刚的鼻子是他亲戚打的，他还在李梅家当过保姆，他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他瞒我瞒得那么深，我还上门去看他，他有没有良心呢？我怎么觉得他像个特务啊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别生气啊！我越想越气，其他的我不管，为什么他到今天才说呀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用保姆用出那么多的是非来？我不用了，我累死累活我自己做，我花钱来气我折磨我，我神经病啊！好了好了，消消气消消气啊！什么世道啊！以前保姆都是听东家的，现在东家都是看保姆的脸色。我花钱弄个卧底在家里呀、啊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？啊，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王小枣在本质上还算是老实人。他刚才说了，他之所以到我们家里来做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儿子被他的亲戚打坏了，他有些赎罪的感觉。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早撇得干干净净的了，何苦缠着我们呢？再说了，王小枣眉清目秀，心灵手巧，他不愁找到工作，何必赖在我们家里呢？那医疗费是怎么回事啊？那鼻子打到什么程度啊？鼻子啊，鼻子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财运呐、啊，财运被打掉了，那以后是要倒霉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打人的毕竟不是王小枣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搞清楚，为什么王小枣在亲家母家里只坐了一天就不坐牢？那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王小枣的表姐跟亲家公……哎，刚才啊，我还问了王小枣这件事情呢。可他不肯说，他不说也没关系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，这个依婷明明知道王小枣在我们家里做，可是他却不把事情点破，为什么？他这是要留一手啊。这就像当年我们单位的人事关系一样，你有把柄，千万不要落在对方的手里。最好是对方的把柄啊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那这么说，王小枣的表姐和亲家公就像报纸上说的劈腿啊？哎呦，这么大年纪了，都为老不尊呐、啊！好了好了，亲家公已经走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啊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，依婷明明认识王小枣，他却装作不认识，而且也不赶他走，为什么呀？他这是心虚呀、啊。所以，我们呀，要当面把这件事情点破，看他怎么说。对对对，今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一婷，我要点破他，我看他怎么回答我。吓我一大跳。嗯，你睡醒了吗？嗯，醒了。妈，我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吧。说。我那个服装店又要开业了。真的啊？哎呀，就我这段日子就在忙活这事儿呢，还叫金波服装店。妈一听你这个，我告诉你，病就好了。妈，等你好了我带你看看去。哎，好。我那服装店里边还有我设计的衣服。哎，好，我去看看去。嘿。你把买房的钱都折腾完了，怎么找对象啊？妈，你放心，我能找着特别好的。那妈相信，我儿子将来找一个人漂亮、心眼好、什么都能干、里里外外一把手。将来妈岁数大了，伺候不了我儿子了，他把我儿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妈，我
觉得你说特像伊人。像谁呀、啊？王小枣。这怎么了？啊，没门儿，那个小保姆。我跟你说，你在咱们村里头那是这份儿啊，唯一的大学生，大家都看着呢。你说你要弄个小保姆回去，别说你那脸没地儿放，你妈这老脸都没地儿放了。哎，我听幼玲说你在医院怎么搂着王小枣还摸她的头？没有。没有人都看见了。就是那什么妈，小枣不是把您送到医院来了吗？就我挺感谢她的，我就抱了她一下。还得抱她干什么？你说。我就是挺激动的，没控制住。以后控制点啊，妈相信你能控制住自己。我就担心那王小枣，她控制不住自己。她一个小保姆，她找一个大学生，那她多美呀。儿子，你又心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控制不住，我就甭出院了，你把我送太平间就得了。妈，你别那么说话。那个，你心脏病，你别激动，行吗？您再睡一会儿啊，你睡会儿啊。妈相信你啊，睡会儿啊。躺好了啊，你睡觉，把眼睛闭上。别睁眼睡觉，闭眼啊。多变了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呀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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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闻闻。不能打嗝，一打嗝就有了。再刷一刷。婉玲。秦先生回来了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，婉宁刚刷完牙，准备睡觉了。婉宁，请下爸爸。爸爸，晚安。婉宁。秦
先生。小总，有个事要跟你商量。啊，您说，齐先生。我新交往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个周末的晚上要向家里来吃饭。好啊。到时候要你来准备饭菜。我行吗？你行，肯定行。小总，我知道你人好，到时候呢，多做的时间我给你加工资。秦经理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女朋友要来，这可是头等大事儿。交往女朋友，他们家里来四个人，你准备六个人的饭菜。行，没问题。要不这样，我列一个单子，您到时候过目一下。秦先生，你说你要不要亲自下厨露一手啊？不用了，他们家人第一次来，我得陪他们。其实我觉得你要是能够亲自下厨露一手，他家里人一定很高兴的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下厨表明我的心意。哎，这样你列个菜单，到时候我做一个拿手菜。红酒家里有，你再买一些饮料。没问题，秦先生，那我先走了。小总，谁要找你做女朋友，那是很有福气的。怎么样，有男朋友吗？要不要我介绍？不用了，我也来。不用了，那有空带他来家里来玩。谢谢秦先生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路上小心啊。下包。好的，我问我们是另收费的。哦，没问题。好的。阿姨，阿姨，我来啦。想怎么？阿姨，金波呀，正在服装店忙着呢，就把我派来了。我给你调起来啊。高度行吗？行。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做的什么饭吗？鱼丸汤。我看书上写的呀，说多吃鱼丸可以治动脉硬化和心脏病。你知道我这鱼是怎么做的吗？我先把骨头给剔了，然后呀又剁成了肉末，放了葱姜，还有咸盐糖，还有调料酒。我听金波说了，你喜欢吃梭子鱼，我特意买的梭子鱼，这是河鲜，不发，对你这病还好。哦，对了，洗手，这是消毒液，我东家给我的，外国货。来，哎，金波给你鱼钱了吗？不要，哪能不给钱呢？这样，等你出院之后呢，你给我行吗？好，我一定给你。怎么样，鲜吧？嗯，鲜。再来一口。红妈。幽灵，你怎么来了？幽灵姐，妈让我打包个汤给您补补身体。不用啊，啊，你妈怎么样？吃饭了？大姐简单做了点儿。哦。红妈。嗯。这喝什么汤啊？哦，我给阿姨做的鱼丸汤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吴妈，我跟您说，您身体不好，不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卫生的。这挺卫生的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谁知道从哪个小店买的，脏死了。幽灵，那个，这是小枣特意给我做的鱼丸汤，小枣是好心让我补补。吴妈，好心什么呀？王小枣，我们大家都是明白人，你对吴妈好，我们心里都很清楚。无利不起早。幽灵，阿姨，没事儿，来，趁热把汤喝了吧。喝什么汤啊？我告诉你，王小枣，吴妈是我的家里人，你这一个外人，我请你立刻出去，拿着你的汤。
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妈第一次从乡下把我带到城里来，到的李明阿姨他们家。当时赵叔叔也在，他们对我特别热情。后来李明阿姨就拿香蕉给我吃，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香蕉是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香蕉是要剥了皮才能吃。你们乡下没有香蕉啊？没有香蕉。后来我就拿起香蕉去往嘴巴里边咬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当时幼玲就笑得前仰后合的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他还说我是土老帽，我也傻子似的也跟着他一块儿了。其实幼玲这个人吧，心眼不坏，就是嘴上没个辙了。但通过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，乡下人和城里人不一样。我妈妈是给他们家做保姆的，照顾他们全家，我是保姆的儿子。然后我妈就供着我在城里上学，我上学特别用功，真的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我的成绩没有下过前五名。后来我就考到了服装学院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考服装学院吗？因为我想，人是要穿衣服的。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不一样的人换上不一样的衣服，就会改变这个人的气质，改变这个人的面貌。乡下人穿上很漂亮的衣服，就不再像乡下人。所以我就学服装。后来我毕业了，我就想发展我自己的事业，让我的事业做得特别好，有一天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，也买房子也买车，给我妈好好养老，我好好照顾她，我也给她请保姆，让保姆照顾她，我就能保护我妈。那个时候我也能保护你。其实小枣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咱们俩挺像的。你也在城里边奋斗，也有自己的梦想，也想实现。我们和城里人不一样，其实城里人也特别努力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付出十分的努力，他们就成功了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要付出百倍千倍才有可能和他们一样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能成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能吃苦，我们能受委屈。城里人吃不了的苦我们能吃，城里人受不了的委屈我们能受，我们就能成功，对吧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人在世呢。啊。今天的股市怎么样了？跌了。哦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看什么片子呢？怎么搞的？王小枣和欧大强的老婆是表亲。你明明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爸爸妈妈问我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你妈问你了？是啊，我说我鼻子是喝了酒撞上墙的。王小枣把事情都告诉他们了，还有医疗费的事儿，你拿了钱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让我很难做人的。有什么好难做人的呀？啊，正好呀，让你妈把那王小枣给辞退了。这不是问题关键，问题关键是咱们是夫妻呀，你有事应该告诉我呀，你怎么凡事都不告诉我？你把我当外人一样防着了。告诉你有用吗？啊，哪次你不是向着你妈呀？我跟你妈，你哪一次真正向过我了？哎，可是凡事你得跟我商量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妈知道我骗她，她心里有多伤心呀。再说了，我这鼻子也是为你们家才这样。为我们家？你要真为我们家人好，别说你这鼻子了，人命都可以给的。哼，我怕死，我舍不得命。你那么喜欢我，你舍得我把命舍了呀？小男人，
跟你说，现在问题是王小枣把这件事情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辞退他呀！哎，如果你妈坚持用王小枣，那等于是说在家里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呀！因为我除了爱你之外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我帮你做那件来见证。妈妈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吧？那明天再说吧。你看，你还给我打一个电话。一婷不是刚刚回来吗？我找她说事儿。我看明白了，你们这个家是一婷当家，你没有话语权的。哟，妈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啊，好像我在家里称王称霸似的。你这样说，我吃不消的。你们把小王的事情瞒着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小王要不要用？妈，您找我。就会商量这事儿啊，还用得着商量吗？你们两个人瞒得我那么起劲，还会跟我商量？好，既然您问我，那我就表个态，辞了他。哦，你是这个态度啊？对。那既然这个态度，当初他到家里来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装着不认识啊？哦，现在事情暴露了，你们把难题推给我，让我为难。妈，刚才谁说的呀？啊？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，咱不提了啊！不是不是，小王的事情你们这个我可以不管，好不好？问题是你现在为什么不用？你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清楚，我看不懂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不就是因为就是要用不用小保姆的事儿吗？既然一听都说不用了，妈妈，咱们就这么决定吧，也省省心好。哎呀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啊！当初你们为什么装作不认识？现在为什么又要把他炒掉？我要让一婷把我这个事情跟我说说明白。好，妈，我不怕实话实说。当初大家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爸爸跟王小枣亲戚的事情还没有了结，我想知道个究竟。就算是把王小枣留在身边当个人质，怕他跑了。这样的话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我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人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这点私心，我现在摊开来给你们看，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？原来是这样啊。那现在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王小枣认识，我当然不能再留他了，就辞退他呀。我这样回答，您老满意了吗？那现在你爸爸和保姆姐姐的事了干净了吗？妈，您是长者，我尊敬您。我是给你留余地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好不好？听不懂，我真的听不懂他说什么。一婷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。谁跟他吵呀？是他把大王还给我来吵，有你这么当婆婆的吗？啊？哦，媳妇家出事，你幸灾乐祸呀？啊，你爸爸在我们家出丑是不是？你看他的表情啊，什么意思？你把我爸成了什么人了？我们家出事，你开心是不是？你说话太狠毒了，我怎么开心了？啊，你自己说的，你们家的事情还没有了干净，我问你那是关心你，我什么表情啊？你都说说我是什么表情啊？啊，关心你算了吧你，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拉着我干什么嘛？我不能跟究竟，我睡不着觉。当然了，你住我这儿，吃我这儿，你当然睡不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吃你的，我用你的，我住在你家，我吃我儿子的，我住在我儿子家，我天经地义。你儿子谁呀？他是我老公，他们就是我的，他人都是我的。终于说出来了，你敢保姆是假，你敢我们才是真的。老倪，我们走，睡马路上去。走，睡去吧啊！你睡天都不能没人管，你愿意呀、啊？你怎么这么跟我妈说话呀？那是我妈。有这么大妈的吗？她多狠呐！啊，她叫我睡到马路上去。好了，叫我睡到天都疯，你没听见呐？别生那么大气，身体是自己的，气坏了怎么办呢？妈妈，你出去，你不要进来。你不是我的儿子，刚才吵那么厉害，一声不响的，你在干什么你啊？妈妈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了，是我不让他说的，我怕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大家的感情，我。你刚啊，你真该好好说说你这个媳妇了啊！你看她像什么样子呀、啊？啊，有她这样的吗？没大没小的，你看把你妈妈气成什么样子了呀？妈妈，是她不对。我回头说他啊！你敢吗？啊，你敢吗？你这个样子啊，他永远骑在你的头上，你永远翻不了身。
别哭了啊，以后别再说什么搬出去住马路的事儿，听了很难过的啊。妈妈，迪哥，我是对你急呀，我觉得我家的小保姆都比他对我好啊，贴心啊。你没有听见啊，他让我睡到马路上去，他让我睡到天东峰去。天东峰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荒山。在我窗台，静静填补昨夜的空白。一粒尘埃被那微风吹拂，飘向天外，带走我悠悠情怀。空气是如此清新熟悉，城市的钟声与风相遇，树叶在发芽，充满生机。城市的雾气渐渐散去。心编织梦的神奇，我在倾听你的呼吸，守护着你，爱着你。我在倾听你的呼吸，守护着。